OK， 我们上周给了快点儿了，你快点出去！你知道今天我开箱，我开了电摩托。我从我朋友那儿抢了一台电摩托，今天来个开箱视频 ，Let's go！ 哈哈哈哈哈！你好吗？你干嘛呢 ？OK， 这就是那个电动摩托，当当当当当当当。来自于中国，你不能算摩托吧，应该是对电动小摩托。我准备来个开箱，还有个小靠背，可以啊，可以。这是什么东西？应该是转向灯。不行。一个充电器。刚刚出现了个小插曲，不知道这个东西怎么开，研究半天，原来是这个钥匙，左拧一下 ，OK， 它就打开了。刚才的电一直就没有充进去，因为这里没有插。OK， 咱们把它插起来，咱把它打开。还有一个盒子，这里应该是倒车镜。OK， 是两个倒车镜，我们把它按起来。定，开机，
这里是三个档位，一二三，可能三档最快啊。这是大灯的开关，开了关。这边有远光、近光、转向、喇叭，这是一个仪表盘，充完电了，然后公里数、时间，还有温度计，没错吧？然后你要起步的时候得摁一下 P 档，往后拧。OK， 这里给油，好像最快能到达50多迈吧？那、三档，哎呀，这里有一个 USB 插口。如果你的手机没有电，可以插一下。就这样，然后可以放到这里。这里有一个踏板，轻轻一按它能出来。这有一个脚踏板，啊，这东西。也是一样，有一个小踏板。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。